你到即马搁还袂认清，你已经唔是五山集团主人的事实咯。恁大家哦，啥物拢唔是啊啦。啊，我一个做面盲来哩。我讲你好啦吼，叫监管会列管，你即马七千五哩吼，拢听袂出来啊。啥物拢无啊？你连路松请袂起啊？我去，你搞我的钱，我你搞我的钱啊！拄食伫遮一切啊，拢已经录音录影。即马甲相关的人拢抓起来，带到警察局厘清案情。彩霞，你是安怎要甲家己搞到这款地步？听老夫人的口气，伊敢甲方彩霞熟识，安尼唔得甲总裁无对盘。好好的千金小姐唔去做，要去做阶下囚，你入去哦，你就知死啊！我地高，我这款子孙啊！啊，你命安尼啦！你两个差不多就好啊！咱即马家己，你身躯顶都有麻烦呢。你是讲宋玲？那呢，咱来好好计划，为了咱的未来，我无希望阁继续过这款惊吓的日子。有道唔当的代志吼，你有出手无出手，你先来交代。你听到未？这个狗啊！我今日死就是为了阿强好个，为滴恁即马就是揣无超强，超强无搞代志的证据敢不是？你若是敢看到超强？我就跟你拼！